约拿书第二章一节，约拿在鱼的腹肚内祈祷耶和华伊的神，讲：我遭无患难，求求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。对阴间深的所在呼救，你就听我的声音。你将我迄落深渊，就是伫海底大水围我。你的公婆大应拢看捌我。四十，我讲，我对你的目睭前虽然受赶出，我犹原要仰望你的圣殿。这个水为我险险无性命，深渊围困我，海草包我的头壳。我落到山底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闭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对坑来救出来。我的心在我的内面分歧的时阵，我就笑念耶和华。我的祈祷进入你的圣殿，靠到你的面前。八十，那个信奉虚假的神的人，离弃因慈爱的主，总是我要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乎你。我所许的愿，我要行愿，救因出自耶和华。十十，耶和华命令鱼，鱼就将约拿吐伫大地。